宽的有吗？有。来宽的。两个，两个。两个。啊、嗯，还没洗啊？还没洗。今天擦风啊？又擦风。你随便洗一下算了，待会儿饭凉了。都加个量啊，老板。啊，老板，加个量。你不是要米饭吗？米饭我不要。吃什么呀？要米饭。哎，大爷，晚上还来不来？来。晚上也在这卖。啊、嗯。调料加重一点啊，多放点辣椒。好，短饭，短饭。来来来，掉点糖出力了啊。啊。风大的。为了安全起见啊，现在工地还是不让出去的啊，只能在工地里面活动。想吃面的话，只能从这儿偷偷摸摸的买一点。偷偷摸摸，你听他刚才说皮还有八块。是酸豆角吗？啊，酸菜，酸菜也没酸豆角。这不是小面还放酸豆角？你的面为什么这么长，我的这么短？一样的，两样，是两样吧？是不是面没醒好还是咋回事？陕西地道，一个就是四川的扁扁面，啥面？扁扁面，扁扁面，把你的嘴都僵住了，还僵住了。你一天搞几袋水泥？一天半袋水泥。光擦粉？我给你打点面汤，等一下我给你要点面汤。好，来，太干了，吃不下去了，吃着吃着。喝点汤，不要光吃面，知道吧？这本来就干得很。我一吸都没吸精，我们通过电，你干活的时候戴个手套，知道吧？你看这个皮肤，这水泥本来就伤皮肤的很。手套我不是戴着的吗？你戴个厚一点的吗？14.6嘛，天。就这个衣服啊，嗯，在这个确实挺好的。这个是罩衣嘛？这个还是厚的，这个啊，加厚的，这是加厚的罩衣嘛？啊，加厚的。下班了直接一脱，里面衣服是干净的，对吧？对。巴中哪儿的？我是昌西的，平昌县的。平昌县，嗯，泡泡盖比较有名。嗯，干活就是个这个样子，没有办法。哎，这就不干活的话，那你就打扮的帅哥一样。要一下，要一下，我都付过了。你已经付过了。哦，你本来之前想着摆个摊去卖面的，幸亏没买，受各种影响。那个大爷今天中午好像就卖了我们5-6碗面。